什么 Pineapple 即将$200？哇哦！呀，这是八七。大家好，我是号称马来西亚最多迷妹的男人八七曼小频道呢，主要是讲赚钱、加密货币还有视频姐姐的内容。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有感兴趣，记得点赞、订阅、分享，然后开启小铃铛，这样子我每次更新影片的时候，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通知，然后第一时间观看我的影片呐、啊。来，在这个视频还没有开始之前呢，如果你还没有欧亿账户的话，请马上通过我下面的链接注册欧亿。好，通过我的链接注册欧亿，有非常多的新人福利之外呢，还可以免费进来我的 Telegram 群组。 OK， 我 Telegram 群组有什么厉害呢？前几天就分享了一个币，然后在短短的，真的是短短的几天而已，就涨了 1.5 倍。很多博主介绍的币在牛市涨，牛市涨一个 20% 是很简单的事来。对呀、涨一个20-30%就在那边压满压摩啊，我这里涨 1.5 倍 OK 啊，所以还没有注册，还没有通过我的链接注册的话，赶快去注册，然后免费进来我的 Telegram。 然后当然这个机会不是每次都有的有的时候我会在 Telegram 分享，然后不要错过机会的话，就赶快通过我的链接注册 OE， 然后免费进来我的 Telegram 群组。 OK，今天的行情我们看一下再讲派啊。 Polkadot， 哎哟不错啊， Polkadot 今天绿色啊，其他全部红红啊。要红到几时呢？不要紧，他再继续红我再继续买。OK， 来我们讲讲今天派啊。 OK， 派哦，我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讲派啊。就这几天因为很多人进我的 Telegram 群问我关于派这个东西怎么看。 OK， 怎么看呢？其实我讲的可能不是很具体，因为我查资料的能力有限，所以大家可以去 YouTube， 然后按 Macro Pi Network， 你会看到这个有面具的人他拍了三部影片讲关于派的，所以我觉得他的观点会比较恰当去看他的会比较好，不要去看那些一直捧派捧到上天的什么一派一别墅这句话也能说出来的人就不要听他讲的话。这个你听啊，你再做决定。然后我今天我就跟你分享我的观点。 OK， 我的观点很简单，你说派$200吗？不可能。$1都有难度啊，不要讲$200啊。你看啊，我们去他网站看一看，他网站是从以前到现在就是这样子，那么简单。OK， 然后第二什么严重声明收购的派全部都是假，然后这个是什么？这个都不知道是真是假。什么 transaction 啊这样子的东西都不知道是真是假。是一 minute ago， 我再捋看一下。我不懂是真是假啊，这个东西看不懂，我不觉得这个是真的。然后接下来就是叫你 download apps 来点这个小闪电哦。 app developer OK， 然后 join the team 目前有这两位了OK， 然后你按 join the team 它会跑出来这个 google form， 就这样子。然后呢，他的那个 FAQ Welcome Pi Officer Disclaimer， Pi is not free money， Pi is not free money， is a long term project whose success depends on correct cooperation for a member。 OK， 就是把责任丢给 member 的意思是吗？所以今天 Pi 为什么还没有上主网，不是他们两个的问题，是 members 的问题是吗？是这样子的意思吗？大家可以留言给我知道。然后 What is Pi? Pi is a new cryptocurrency for everyday people that you can mine or earn from your phone. OK, is real Pi? Is Pi a scam? Pi is not a scam. OK, 这个就非常有问题啊。通常 FAQ， 如果你不是诈骗的话啦，
你不会把这个问题写在 FAQ 了。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不可能会把这个问题写在 FAQ 了。你看啊，你看其他的什么交易平台还是什么平台啊，你去看他们的 FAQ， 有说 scam 这个东西会没有的。哦，除非你是做 scam 的东西，你才需要出这个 FAQ 给人家放心。明白我意思啊 ？OK， 啊，这然后我讲到这里 ，Pi Network 的朋友应该要滚了 ，OK， 不要紧，你滚哦，因为你如果你只是想要听 Pi 的好话的话，你就去听 Pi。然后是我的粉丝说哦，问我对 Pi 的想法，我就只是跟你分享我的想法。OK， 我没有讲说哦，拍是不好哦。如果你们要对号入座，我也没有话讲。OK， 然后首先呢，目前我已经把我的拍 apps delete 掉了，哦，因为我看不到它年底会上主网，几乎不可能。哈，我相信讲到这里，大家要心碎啊！我不觉得它会上主网，这是第一点。就算它上主网，它价格可能是 0.000 多，这样你今天你的户口有1000个派、1万个派、10万个派有用吗？如果它价钱是 0.001 的话，如果它今天的价钱好像18这样的价钱的话，你有100万个派才多少钱美金而已，你们自己想一下哦。就算它今天上主网，然后它上了主网，市场会买单这个币吗？市场会买单这个币吗？如果市场不会买单这个币的话，就变成这个币会被抛售。OK， 然后我分享一个例子啊，但是我也不懂我的例子对不对啊，大家可以拿来做参考。哦，我没有玩 Assist， 我没有玩 Assist， 但是我知道 Assist 的那个他们的赚钱方式，他们是赚 SLP 嘛，他们赚了 SLP， 然后他们要变现的话就放在交易平台卖掉，才能变 USDT， 才能变钱出来嘛。对啊，所以你看 SLP， 你看完全没有涨的，完全是没有机会涨的，看到啊，这根突然拉上去也是没有用的，也是会砸下去的。为什么？因为 SLP 是给 Assist 的玩家赚的， Assist 的玩家赚了过后，他拿来市场卖掉换成钱，所以没有人会买 SLP 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不能涨。 Pi Network 也是一样的，Pi Network 就算他今天上了主网，你他讲他的用户有那么多个，我平均一个人1000个拍的话啦，你想想一下那个数目几大，哦，那个数目是很恐怖的。你看，啊，他讲他的日活量有多少啊，你拿那个量来乘1000或者1万，你就大概知道有多少了。啊，有些人已经挖了2-3年了，我才挖不到1年都有好像千多，啊，好像是我 delete 掉了，我忘记去了。所以大家想一下，今天 Pi Network 有什么价值让市场的人买单？没有。如果他上主网了，我们这些你们这些会不会直接马上卖掉？你不要跟我讲不会哦，你挖了2-3年好，你不要跟我讲你不会卖掉哦，你挖了2-3年你不卖掉吗？如果他上市的话，上主网的话，一个拍$1吧，如果他定价的话，这样子$1是谁定了？然后他持有那么多钱分出来吗？如果没有的话，这样子价钱是不是会一直差差差差差差差下去，然后永远没有机会涨，看到吗？八月 Assist 到那个 SLP， 但是 Assist 继续涨，为什么？因为 Assist 是游戏的嘛，不是赚的嘛。Assist 好像也是有赚的，但是我不懂啊，因为我没有玩。但是我只知道 SLP 是
就是每打每一场游戏打赢的话就赚 SLP， 所以 SLP 一进市场了就是一直卖掉罢了哦，所以 SLP 就是这样子哦。所以我说拍，当然我没有说对 SLP 有任何意见啊，因为这是市场的定律，肯定是这样子啊，因为你拿来换钱嘛。然后我相信 Pi Network 也是。今天如果你想想看啊，如果你是正常的投资家，你会投 Pi Network 吗？你不会的。为什么？因为之前那么多人挖，你把钱丢进去，然后你推高价钱的话，然后这些挖币的人会不会卖掉？肯定会卖掉啊，价格一高就卖，所以就算派上主网他也不会升了，明白我的意思吗？好，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很多人喊说年底上主网啊， OK， 我们就看12月31号他会不会上主网，我个人觉得不会。 OK， 然后最后呢，我对派讲出我的几个观点。 OK， 第一个，12月31号还剩几天罢了，我个人觉得他不会上主网。 OK， 反正还有20多天罢了吧，如果你对派有信仰的话就忍多十多天20天这样子哦，你就会有答案了。然后第二呢，如果派好像 SLP 这样子赚了卖掉的话，你觉得他会涨吗？派不会了，谁会去买 SLP？ 这样，如果你觉得我讲的观点对哦，谁会去买 SLP？ 没有人，对吧？这样拍为什么会有人要买？啊，这就是一个点了。然后最后一个点呢，就是拍哦，它太多哦，我没有讲到的，就是拍哦，好像有目的性的一直弄假新闻。如果你们上网看拍的那些新闻啊，我跟你说啊，十个啊有八九个都是假新闻来的哦，什么明星穿拍的衣服啊，什么明星也有下载拍的 apps 啊哈，这些我跟你说十个九个假，真的哦。我之前有看到一个陈冠希的很好笑，他们拍到陈冠希穿拍的衣服，到最后原来人家拿出来他原本的照片打脸拍。所以因为拍他做了太多这些假新闻的东西啊，就让我对拍非常反感。如果拍他没有做假新闻啊，他实实在在的做啊，我反而觉得还好。但是他就是一直吵啊。还有一个点就是之前我挖拍的时候，我觉得还可以啊，每天按一下反正不花那几秒，对啊。但是哦，我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突然他的 apps 植入广告了，他的 apps 植入广告的时候就是有很大的问题啊，就是有很大的问题啊。你在帮项目方赚这钱哦，你可能会说哦，拍哦那么伟大啊，做那么多东西啊，我们看他的广告啊，给他们赚一点钱也是合情合理啊，对，没有错，对的，没有错。但是一旦有广告我就浑身不自在啊。然后你跟我讲哦，这那个广告可以关掉 blah blah blah， 关掉了然后对啊，所以大家自己看着办吧。好，大家真的自己看着办，因为我他的广告一出来我就浑身不舒服了。好，之前有讲过，我现在再讲多一次，广告出来是非常有问题的。然后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哪里啊， FAQ， 他的 FAQ 这个问题哦，不应该放在 FAQ， 通常是 scammer 才会放了。当然我没有讲 Pi Network 是 scammer， OK， 通常 scammer 才需要在 FAQ 放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这样。 OK， 好了，视频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记得点 OE 好，通过我的连结去注册 OE， 然后你可以享有非常多新人福利之外，你还可以免费进来我的 Telegram， 然后时不时会有这个一杯这样子的消息。好，我也帮了里面的会员赚超过4次的30到80倍。
哦，如果有兴趣的话就进来吧。哦，可是前提要注册偶一数字货币交易平台，通过我的链接哦。好了，就到这里，希望未来你我会更好。